边奔过来的。哇！眼儿上了，嗯，啥情况？啊？你不引个流，你看，你看这水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鼻子。不洗一下哇，这个啊，哎，对啊，走，还是二边找吧，太冷了这水。这还找啥呀？啊，多了好几个呢。搁哪儿呢？这么，啊，我刚才水里找两个手套瞬间湿掉。那不行，你还不如在岸边找呢，水太冷了。水确实太凉。还是一个，露个头。啥情况？哎，这个大，那就是大。这个，看没？瞬间我就想起我夏天捡白蛤那感觉了，全是。啥？二哥，你拿啥呀？鲨鱼，来，我看看，我印象中的鲨鱼，刚死，可是那超大的，红的，来我看，我还没见过鲨鱼呢，这牙，这是传说中咬人的牙齿，那是鳃吗？它是鳃，好像分好几片，那是鳃啊，嗯。应该也是。我下哎，这头也有。我下都不敢动了。和个原子弹一样。刮风了，啥呀？哎呦妈呀！一个吸食蛇，肉都没缩回去，走。往里边走。这有东西吗？哎呦！一只螃蟹，瓜哥，一只八爪鱼，啊，桶，一个毛嘎子，哎呀，来吧，一大一小，来，咱们。垃圾也带走，看这个，这个我们再下去。找找，哟，这儿还一个。哎，看看还有没有？这个。一会儿捡四个一块儿。